5天4夜全部都是待在薄荷岛，非常的期待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下雨是什么意思？下雨的意思就是不用了，直接回台湾。现在下雨，我们刚刚查了薄荷岛的天气，其实也是在下雨。我这个晒黑计划可能会破局，还好我们今天是自由潜水，所以是没什么影响。为自己，这个小哥哥一直被搭讪哦，被很多人搭讪。你这样穿有点像是那个，等一下会不会跟服务员一样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场，没什么人，因为一天只有一班飞机吧，一到两班。走。有牛有羊。Thank you. 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我们这是住着，拿来地图。对，这里蛮大的啊，我住在这。飞一个最远，飞一个最我们住啊，不是，我们住这里。这边还好，这里我们住这里，有看到吗？那我房间，哇。然后一样，噔，有没有？哦，洗澡的地方，大便的地方 ，good good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一个宜兰 view。这种天气真的会感冒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是海边主要吗？我们真是来水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应该就是让大太阳晒到歪掉，晒到中暑，晒到爬不起来啊！也给大家看一下薄荷岛的 beach。其实是蛮美的，因为你看它那个海有建成哎，不睡吗？这个真的会感冒哎，几度啊？好，别叹气。我觉得这里真的有太阳真的很好，不然多几次，因为太阳我真的很在我的心里，不舒服。烂熟，这是章鱼，好吃哦。真的假的？所以走过去他就拍一下。这鞋子哦。里面乐盘，薄荷岛最热闹的地方，看最热闹是什么程度？3、2、1，什么城市最热闹的地方？等一下我们要坐这个回去，啾啾，吃冰。他说这个冰非常的特别，要坐车喽。One people here？ 哎呀 ，One people。哎，我要走了啊！蛮刺激的。早安，我起床的时候天气呢还有一点阴天，我还在想说怎么办。整个厕所来之后就有变大太阳。给大家看今天早餐到底吃什么啊？该有的水果还是有。你们聊什么麦片这种的？哎，这有辣香肠那类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好特别哦，豆腐类的，豆腐乳 cheese。你们喊我泡菜，米饭类，有些人其实喜欢吃米饭。有些有些人其实喜欢吃米饭。我看我夹这个，这个还不错。还有这个，然后蛋、果汁，还有马铃薯、热狗，这算饼干吧？甜点类。整体上来讲算不错，给他评分70分，去吃早餐喽。我们今天到的是一个算是 free diving 的国际潜点。现在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都开心不起来，全岛说不能下水。我刚刚说浪有点大，有吗？有那么烂吗？浪还好吧？是不是很解？是不是很解？解到爆炸解！生气！要做这个出海，我们是扬声型的。口罩都脱掉了。水很清澈哎，还有太阳就更美了。
下。哎，那这个是四种披萨。菠萝披萨。菠萝披萨，那么菠萝是。哦。哦。各种系，他们现在正在美系菜，或者是系，你看热狗，我们总共叫六，有越深，哦，这里很深哦，这里踩不到地了，哎，夸张，还不是踩着，一直抖，今天怎么冷，夏天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不喜欢。刚刚有一个下一个赞助，就是要玩乒乓球，看他们多厉害啊！那我给他，看你会发现让我输力。等一下，让我拍。球我也可以。这两个都不太行吧？我很想问，哇！啊！我很想问，哈哈哈哈哈！红红的打超过不了，气球哎！2-0！我很想问，阿贝老变得早，现在他有视觉。个人觉得说，输了喝酒是一种放松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蛮酷的耶！这怎么会包在上面？所以这等一下也可以吃，是不是？啊，趁热吃。这是什么菜？海菜。哦，海菜，这是我们今天潜水有的海菜。这也总经理特别帮我服务。嗨，这个超多的耶，这是海鲜、猪肉、虾。他说菲律宾真的人在吃的话，都是用手这样。我不信。开动喽！美好的旅程在精彩表演下暂时告一段落，想知道森森一行人在薄荷岛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我们下期再去，拜拜啦。